南投县埔里镇加强宣导学校的防疫，镇长廖志祥特别带着埔里镇的吉祥物，伫个南光国小的门口，甲校长做伙来迎接小朋友来上课。现场除了送嘴暗，嘛来宣导勤洗手、甲挂嘴暗的重要性。玻璃镇长带玻璃镇的吉祥物来到南光国小的大门口送嘴安，无论是大人囡仔，拢感觉这个吉祥物真古锥，真有活力，受真翕相留念。来，吉祥物的口罩来。来，谢谢站长啊！可不可爱？埔里的孩子啊，都有跟那个埔里一起跳那个有关于健康操的舞，所以刚刚孩子们看到埔里一起过来，他们就觉得好开心。埔里是埔里镇的吉祥物，埔里镇长讲，即摆来宣导校园的防疫工作，未来会宣导农产加观光旅游。不管是咱的观光产业啦，吼，啊各方面吼，啊拢会当用这个吉祥物来做一个营销。玻璃镇公所送嘴暗和玻璃镇的学校要幼稚园，并且宣导接洗手、挂嘴暗的重要性。校长真感谢镇长的用心。镇长准备了我们埔里的口罩来送给我们小朋友，啊，小朋友也非常的开心。廖镇长表示讲，防疫工作要我靠大家做伙做，教导以后校园的安全。